五楼不咋会 AD，来个 ADC，再来个 ADC，这怎么都确定了呢？没有 ADC 呀、啊？嗨呀，这调那调一下技能吧，调一下技能吧。来个 ADC，再来个打野，再来个辅助，就 OK 了。哎呀，俺们这一盘散沙，毫无配合！我的天呐，我得那啥了啊！我得重整一下秩序了，兄弟们。现在上路是我，中路是谁？中路在不在？中路在不在？中路能不能说话？中路，喂，Hello。哎，我想中单也是拿个阿卡丽，我不知道怎么中了。咱们这扎克是哪的？你信把不位信人吗？辅助。没有，我想你们的信吗？我想打中单，但是他拿个阿卡丽，我好像只能去辅助了。啊，没事，那就扶一把，我们是随便的，你只要能说话就行。你是辅助是吧？那我们这打野呢？打野呢？哦，出门不能买装备，我才想起来。打野在不在？打野不在，ADC 在不在？AD 在。AD 在，那就行了啊，那就行了，没关系，ADC 跟辅助在就行。你俩，那你俩就好配合了，对吧？你俩是下路的，那就好配合了。行吧。打野中单，咱不能开麦，那就算了，没关系啊。这个 ADC 跟辅助，你俩好好配合一下我们。打野声音小，不是声音小，打野就是说不了话，不是声音小，我没有听见打野说话，打野说话了吗？打野，喂，这怎么麦克风滋啦滋啦的呢？这是谁？他说了，我没听见。小强，喂，小强在不在？小强，小强，欢迎来到英雄联小强有点电流麦哦，小强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买什么装备？我们不能买装备，我们出门买不了装备。我们有惩罚，我们把上面放一个惩罚，你知道吗？惩罚，出门，出门不能买装备。于小 C 是打游戏的时候做20个蹲起，知道吧？他打游戏的时候他得做20个蹲起。水晶瓶不是装备，哎，不用，咱们啥也不买，咱别来，别玩赖啊，别玩赖，我们什么也不买，你知道吗？下路这个，俺们这俩水友好好配合啊，好好配合就可以了。鼠标出问题了，现在回家？我不用回家。等我有饼干儿，没关系。于小 C 呢？做蹲起去了。哈哈，哎呀，他做蹲起去了。我们正好。哎呀，做蹲起去了。我们正好补刀。哎，我们快点退，我退完赶紧回家。我退完赶紧回家啊。好，我们快点退。他都蹲底下了，我们快点回家，快点回家，回家了。哈，
耀光了，这耀光出的快呀，这耀光啊，中门就耀光，700块钱。哎呦，我这装备都不用出，我出回家这耀光。下路传来捷报了，可以啊，你俩配合的时候可以说说话。生化魔人还有那个战争女神，兄弟们，咱都自己人，都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起的这个兄弟水友，可以勾留勾留。这边有妹子，注意点。谁妹子？就那个一棵开花的树啊，那就杀这女粉丝，就杀这个女粉丝。一会儿船长就逮着啊，逮着这个开花的树。完了完了，这没了。扣一下，怎么没掉血呢？哎，其实我觉得狗头人可以出门不买装备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狗头人可以出门不买装备，这狗头人。直接回家出一个耀光多好，你看，哎呦我这小子挺肉啊，我一看这肉多就不是那么好打，先收一下，看看 C 最近的对线能力怎么样啊，我来查查作业。退步了，退步了，可能是年龄大了。回家了啊。可以吃一波塔皮。可能是老半猴，不怎么打猴了，不了解猴这个英雄了，你知道吗？看来我得去峡谷之巅多去跟他对对线了。给他个假猴，回家了。先来个分离者，把这都给卖了，把这小药，来个这个，出门他说我不讲武德，我偷袭。其实我的手感比他好，你知道吧？他用的是那个笔记本，我没用笔记本，因为我笔记本来的时候吧，那个运输过程中出了点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今天我就没用那笔记本。我的手感肯定是比他好。别谦虚了，菜就是菜，这跟菜不菜没关系啊，兄弟们。为什么我可以单杀？就是因为光影精灵六麦克。
坐在我的旁边啊，给了我力量，给了我勇气。没有这个笔记本电脑，刚才单杀说句实话还是差点意思。他明明可以闪现，但是他没闪出来，就因为我的光影精神路脉压制住了他的键盘。谢谢蓝莲汉的粉丝的飞机儿。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，点击一下就可以下载了啊。就不是下载呀，错了啊，就可以购买了啊。先扣一下，赠我们 EAW。 哎，来人了，这才是不讲武德，五个兵，这才是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。问一下，上波就疾跑交没交？啊，有没有人看见疾跑交没交？啊，疾跑交了，那下波可以小打一下子，尝试一手。我来了，螳螂，我来了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一出啊，多尔奇来！哎，这哈子本下当了啊！好的，这一波啊，这怎么还出个日眼呢？走吧，回家出我们的那个分离者。别放水了，小 C 在嚣张。没放水呀、啊、没放水，放啥水呀、啊、这怎么可能有放水，我们都很认真对待比赛的呀、啊、别跟我在这扯淡。他刚才之所以能配合瞎子杀我，哎，也是因为他用了这台光影精灵六 MAX。 兄弟们啊，一眼也是这台光影精灵六 MAX， 你如果用，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达到这种效果。干啥呢？哎，你看这就没用光影精灵六，看见没？啊，这就是没用，这要用了指定不是这种效果了。兄弟你等一会儿啊，等我大招好了我们再来一波，咱们可以干一波。要杀就先杀小 Z，先杀落手的。我已经分离者了，这波可以干，我还有15秒，等会儿啊，15秒。一下一下扣一下，可以干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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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位了，到位了。 A Q 一 A 转起来 W 闪现 A Q 再转，几个人杀蛤子 ，A 一死呀，妖里克，杀妖里克，这也够激动。什么皮？这皮肤怎么打人？我勾引一波，我勾引一波啊！挖下去。
哈，这巨岩没死。哎呀，哈，这没死。先来个铁板鞋吧。怎么是兵权落手？20秒大招啊！妖里克不见了，但是我的视野非常好，即使他不见了也没有关系。乱配呀！哦哟，蓝应该有，打个蓝去。看见我了，要不然这边能杀。走吧，回个家。算了，不回家，这波感觉下路要干一波，我得来了啊，我得来了。嗯嗯嗯，这妖里克就不杀了。有鬼啊，别去。这把呀，这把咱先来个小小的死亡之舞吧。给水友们一个发挥的机会。我们俩在上路玩一玩。嗯，给水友们一个发挥的机会。赶紧拆他的塔，谁先把第一座塔拆了，谁就胜利了啊！我们是冠军。
回家了。不回家，先吃他个蛤蟆。来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妖里克感觉是可以杀的。哎，为什么这有个小鬼出现了呀？哎，哎，可以去，可以去，那就打这个。我才发现对面有个龙的传人啊，月龙在渊啊，蓝虾，晒呀，蓝虾。害怕了，好不得这一颗钻出来，一个，先杀的洛神，扎克变成粑粑了，快救一下！不瞒你们说，我可能要无敌了。妈呀，这没杀掉，哎呀，可惜了。因为啥无敌了呢？因为死亡之舞相当克他们家的阵容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只要进场基本上就是无敌。把这中路塔拆了，轮着妈都没了。19-19，激烈不？紧张不？刺激不？你怎么的？永恒之环。他们家这爱射有点东西啊，我发现这爱射，这没法上啊！别急，别急啊！别急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哎，一会儿杀爱射啊！别着急，先别急。先我们家扫人，先别打啊，先别打，先放他一走。这条小龙可以尝试打一波。来来来来来，小龙我们可以干一波。这里头有人啊，这里头有人，这里100%有人。啊，先吃口屎。我先往里进啊，你们别着急，我直接闪现开着分嘴 W 就一手，别着急，我脱节了，都一起啊，可以 EAR 转起来 A2 再转，没有虚区位置啊，这这边应该打不了，够呛。二环还行吧，这分女有点克我，这分女下边来打吧，这波先这样吧，不是这分女太克我了，这分女而且对面吧太幼了，说实话属实是有点幼，这蓝 buff 给阿卡丽留着了，我先把他这哎靠，这都没死啊，不太好打呀，撤退，撤退，撤退，下边再说，可不太好打呀。
没有什么很好的位置。看看红 buff 有没有啊？有个兄弟说我们家阵容不好啊，都是全是刺客，其实对面的阵容也不算太好，他们家阵容也不太好，其实没有 AP 对面。来，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视野啊，咱可以尝试干一波，先把眼排了。别着急啊，可以找位置了啊，可以找位置了。别踢我啊，感觉我们要在这耗一年了。别开啊，别开，别开啊，我们下路收波兵。来来来来来，野区是我们的家，别干了，我往后掏了，我来了，我又上了，不行就干这边吧，这没办法啊，这没办法，来，先把落手杀了，好，把他的老婆杀了，先把媳妇杀了啊，别着急，好，可以上，打不了不来。都没血了，没血了，但是寒冰没蓝啊。还行吧，我们打了一波零块二，下波有闪好打，出个黑切吧，这也没啥虚区啊。来黑切，下条小龙团战，兄弟们，正好30秒，我们继续。我这防水了，我没防水呀。这同样是暗影精灵六 Max， 我咋不是暗影？错了，光影精灵六 Max 啊，就是会打得这么紧张与刺激，嗯，因为我们的实力都是相同的。分局死了，分局小龙有了呀。扣钱，扣什么钱？哎呀，光影精灵六与暗影精灵六都是惠普的，你买哪个都一样，想买哪个买哪个，兄弟都一样，都随便买啊，都随便买，无论你是暗的还是光的，光明与黑暗不是最近要出个皮肤。小龙，这小龙拿不了了呀，这对面不三条龙了吗？哎，可以，这艾瑟没多少血，看来是不行，这边打的有点牵强了啊。哎，小龙，俺俩小龙，对面好像也要打小龙，小龙给他们吧，没关系，大龙别丢就行了，只要大龙不丢就没事。
AD 不行 ，AD 与我们家的打野还有地面，这都是这个实力都是相符的，所以我们呢，这把打的会如此无助。这分女儿是真烦人的，这分女儿啊，这分女儿我这进不去呀。实在是进不去，下边再说吧，杀戮收波兵吧。真进不去呀！我要是不找一个位置，或者是有闪现的话，是肯定是进不去。那吹的我都难受死，给我一顿吹！哎呦，我漂亮，兄弟们，漂亮啊！哎呦，漂亮，兄弟们！哎，可以大龙尝试一波啊！大龙尝试，哎，但是这三个人好像有点厉害呀，这三个人。可以干，可以干，可以干！大哥，漂亮！杀 ADC， 先杀这个分女儿。哎呀，杀 ADC， 这么能 A！ 来来来来来，帮一下！没劈死人，没劈死人 ，A 死了！哇，战神！没事，咱没劈的。妖里克来了，妖里克。妖里克就追 ADC， 哼，追我丢了！哎，走，我们跳弹撤啊，丢了！哎，石头人给我卡住了！哎呀，回去了可以啊，回家了。下件装备出板甲，然后换九斗蛇。我跑的太慢了，我们进不去场啊。我们如果能进去，那么对面的阵型就会被我们给冲散了，就好打。我们家这个刺客多，你拿呀，你拿 ADC， 拿红的呀 ，ADC 它不要红的呀。这是后期得靠你虚区了，兄弟。他们可能要抓我啊，注意看着我点。手背一会儿。哎呦！就杀分女儿，就杀分女儿，杀分女儿！这下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兄弟们，进去了！与我没关系，把寒冰杀了。哎他妈呀，跑肯定是跑不了啊，兄弟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没啥虚区的，他的。哎，漂亮！上个妖里克。龙的妈，红 buff 黑人啊，龙的妈。哎呦我操！我兄弟你太猛了，生化魔人！哎，我生化魔人你太猛了，生化魔人！那个整顿一波，我们回家小龙吧，兄弟啊，小龙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小龙，对面龙魂了要啊，这条龙不能给啊。板甲做完，做个蟹手，就差不多了。先把这口屎给他吞了啊，防止对面来打吃这口屎。这个龙拉出来打吧，拉出来打，拉出来，拉到这儿，拉到这儿打。
我估计对面不一定能放，他们可能不能放，他们可能要打，我们可能要打人。哎，瞎子先杀，先杀瞎子，瞎子脱节了，好，好飞，先杀分女，好，转起来 ADC Q 一下，往前冲 ，nice。先杀鱼小 Z， 这肉啊，这有点肉，这是肉，这起飞，起飞不了，他杀。大龙吧，大龙吧要，还干呢？算了吧，来，大龙大龙大龙，可以尝试一下啊。雪怒没虚区，他出的全肉装啊，他是这肉的呀，他得打。我们应该能打，啊，应该能打，差不多。我帮你出去牵制这个瞎子啊，先上瞎子啊，可以，一个蛤子。压了，谢谢你，光影精灵六 Max， 你给了我力量，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技术，也给了我优惠。扫描左下角二维码，或者点击左下角二维码即可购买，兄弟们。笔记本可以给我吗？那不行。当然啊，笔记本是不可能给。我们要是上一回投票第一名好像是笔记本电脑。你们要怪呀，那就怪你们投票投的这个没到位，知道吗？第一名是笔记本电脑。但我们有别的啊，我们有那个那叫什么三件套。啊，键盘、鼠标、鼠标垫，暗影精灵三件套。惠普三件套啊，我们有其他的。小鬼，我觉得我们冲塔肯定是不可以的，要不我们就光点塔就行了。注意点小龙时间啊，小龙时间是两分钟，在这期间小龙不能丢。好，这波直接上了，压上去，这不压上去了，压上去点塔，这落手啊有点硬，先不打，别急啊。我打一下这环儿，没事啊，他秒不掉我。哎，这有这，这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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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坏了！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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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波打失败了。哎呀，这波失败了。我们的阵容冲塔还是费劲点，不知道能不能被一波呀。应该费点劲不会被一波的，但是会被破路，会被破路。小龙，小龙26秒，阿卡丽到了，正好小龙没了，龙魂没了。
别急啊，先把他这个老婆给他打了。这可不能给啊，他阵型不错，他们阵先上寒冰，上寒冰，好，寒冰死了，上蛤子，再杀落手，哇，真猛 ！C C， 你真猛，你是真猛。你们不觉得这样有来有回，很有意思吗？我们打一条大龙，对面团灭我们一波。对面团灭我们一波，我们团灭他们一波，我们团灭他们一波，我们推一路，我们推完一路，他们再团灭我们一波，这样有来有回嘛？这，我们都是尽力在玩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是谁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优势，这就是两边互相都有这个暗影精灵，不是光影精灵电脑，你知道吗？谁也不可能拿到绝对性的优势，明白吗？陈庄了，回家了。为人玩多了，说实话。ADC 拿个红吧，来来来 ，ADC 可以拿个红，红还是要 ADC 拿的。螳螂也是六了，我们家后期其实比对面厉害一点，当然是不能空塔，前提是不能空塔，因为我们是双线双重 APAD 都有啊，咱可以大龙来一波，兄弟们先排一手视野，大龙这一波跟对面干一波，这个位置给上点眼儿吧。哎，妖里克是不是能杀一下妖里克？先打不准一手，飞了，先不杀他落手啊！闪现出 R 转起来 ，W 一手 AQE 杀寒冰，走位。死一个没关系啊，下去之后死刀回来，满血到了啊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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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塞你真猛，可以一波了兄弟们，拿下拿下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激烈，这就是高端局啊！我们家有黄金的，有白金的，有钻石的，也有王者，也有大师的，有各个段位的。但是为什么一眼能打成这种，你来我往的王者局？就是因为我跟 C 都是，拥有这一款光影精灵六 Max， 兄弟们。